乐儿初升小学三至三词培训班第三十五课第一嗯拥有咁佢嘅近义词啦，可以系 keep， 例如系收养、收容或者保持咧，我哋都用个 keep 字嘅。咁但呢个字咧，我哋就叫做嗯。首先大家要记得啦 ，O W。我哋系会读 o，n 系嗯，所以就 on。第二 rescue 拯救，咁有一个近义词啦，系 save 系挽救。咁我睇翻呢个字啦，第一个系 re， 跟住 s，cue，所以成个字咧系 rescue。第三 ，soil 土壤啊，土壤咧系我哋拎嚟种植物好有营养嘅嗰啲泥土咧，我哋先至可以叫做土壤噶。泥土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种类，咁但系呢度咧我哋即系会讲拎嚟种植物用嘅。睇翻呢个字啦，第一个咧就系 S 啦，跟住 O I I L 咧系 r， 所以成个字系 S I R soil。第四 straight 不直，好直嘅意思。咁嘅相反词啦，就系 winding 弯曲 winding。呢个字咧，大家要留意噶。是 IGH 呢我们应该是要读 I 音的，但是因为在这里前面呢有一个 A， 那 A 的音呢是强过它后面这个 I's 的，所以呢我们读的时候呢 IGH 呢这个音呢是轻声到呢几乎是听不到的，所以整个字呢就是 STR 第一部分呢是 A I T 读快啲系 straight 嗱，留心喎，个 I 呢个音咧，真系基本上咧系完全消失咗噶，大家一定要留意呢个啊 straight 读快啲 straight。第五 treasure 宝藏嗱，第一个咧系 T R T R， 跟住 E A。E-S-U-R sure， 所以整个字就是 treasure 读快点 treasure。 第六 balance 平衡，有些读音他们会将这个 balance 是会读成 balance 的，其实很多时候 balance 也好或者 balance 也好，我们都要以balance 咧为作为一个主要嘅读音噶，咁但系听到人讲 balance 咧就唔好话人哋读错咯。好，第一个系 b a b l a n l， 跟住 c e s， 所以成个字就 balance。第七 condition 状况或者系解条件，例如而家嘅情况点啊？咁我哋咧就会用呢个 condition， 睇翻呢个字咯、哦。第一个系 o and on， 跟住 c con con d i d t i o n tion， 所以成个字啊 condition。第八 conditioner 护发素嗱，呢、这个字咧，大家会见到同上边第七呢个 condition 咧。个差异咧，只系多咗个 er 嘅啫，但系咧，佢嗰个解释咧系完全咧系风马牛不相及嘅、哦。一个系解状况或者条件，而第八 conditioner 系解护发素，系一个名词啊。咁所以咧，大家要留心啦。咁但系拼法咧都一样嘅，都系 o and on， 跟住 c con con， 跟住加埋个 di。跟住 T-I-O-N-tion， 所以成个字就 conditioner。
第九 conjure 捉，佢动词咧，我哋可以讲系鞠躬告辞，即系我哋咧同人哋讲拜拜嘅时候咧，要点头嘅，早啲先至可以用呢个 conjure 啊。如果你挥手啲咧，你就唔算系鞠躬告辞啊。好似日本人咧，好多时我哋都会鞠躬告辞嘅，嗰啲我哋会叫 conjure。但喺中国嚟讲咧 ，conjure 咧系解一个粥吓，食到啲粥、哦。第一个拼音系 o n on c con con， 跟住 e e 我哋要读 e 啦，所以成个字啊 conjure， 读快啲 conjure。第十 experience 经验。那个拼音呢就是 EX 啦 X， 跟住 PE 我哋会到 pure， 有个 R 啊，加返个 R 音喇喎，跟住 IENCE 呢我哋叫做 LENS， EN 同埋 CD ENS， 成个字啫就係 EXPERIENCE。 第十一 FLAME火焰，我哋睇翻到哇嗱，有个 magic E 吓，咁跟住咧前面有个 F L A 就翻个 A 音啦，因为个 magic E， 所以咧 M 系所以成个字就系 A frame。 第十二 frame 架构或者系边框，例如相框嗰啲咧，我哋就可以用呢、這个。frame 吓、相框喎，都四条边嘅相框。嗱、同上边第十一咧个字咧好相似嘅，都系一个 magic e 啦。但系前边咧就由 l 转咗做 r， 所以咧个音咧系要用个 r 音。但系好多时我哋咁单听一个字咧系比较难咧去分辨咧，究竟佢系讲紧第十一呢个 frame 还是第十二呢个 frame 咧？系啦，咁大家要。听的时候一定要尽量听翻佢上文下理，咁我哋决定究竟佢系读紧边一个字嘅。咁其实咧发音都一样噶啦，就第一个系 F R FR A frame。第十三 memory 记忆或者我哋回忆吓，系一个名词嚟噶吓。OK， 睇翻呢个字咯 ，E M M， 所以成个字咧就。mem， 跟住 o r r r y l， 所以成个字 memory memory。 第十四 monk 僧人，有时候我哋会讲系和尚啊，咁就用呢个 monk 啦。睇翻呢个字咯 ，m o n， 大家都应该记得有个字叫乜嘢啊 ？Monday 系啦，系星期一嗰个 Monday。所以分咗两部分啦，第一个咧就 M O N 啦，跟住 K， 所以成个就 monk。第十五 ，notice 注意，我哋留心一样嘢咧，我哋都可以用呢个 notice 嘅。嗱，第一个好简单啦，我哋系 N O no， 跟住 T I T， 跟住嗱留意咯，系 magic E 嚟嘅吓，所以就系 note I。Notice 嗱，呢个 I 音咧，相对嚟讲咧系好细声噶，大家留意咯，基本上咧系接近听唔到咁滞噶，成个字就 notice。